我们说这个考题是两题，一个是路易斯结构，这个一氧化碳的路易斯结构，那答案当然是OK， 这是一氧化碳的路易斯结构，你也可以把箭头，不要箭头也是答案，那都可以。OK， 这都是答案，完全一样的意思，一氧化碳的路易斯结构。这就是第一题的答案。然后臭氧，臭氧的路易斯结构是，OK， 这是我的画法，这是臭氧的路易斯结构 ，OK， 那同样的把箭头那个。这个写成其他的都可以，当然你要画共振也可以，这标准更完整的答案是共振。共振是什么 ？OK， 这是所谓的臭氧的共振结构，所以。臭氧里头这两个氧原子是相同的，相同的。然后有少数的天才，写出这个当然也没有说错，只是它不是这样存在，这个能量比这样低就是了。那这也是可能想到的路易斯结构啊，对不对？它是环形的，这个每一个氧两个键也没有什么不对。当然我可以说啊，它的角胀力很大，不稳定，因为你这个是60度角，你的那个等我们学过这个驾乘轨迹理论的时候就会说它。它不稳定，但是就路易斯结构而言的话，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好，第二题就是这种构型的，构型的当然这实际上跟路易斯结构有关系。这个 SF6 呢，要画的话，我通常是画这样子，叫做。双三角锥形的里头，因为要画是一种是这样的画法，当然这个 long pair 不一定要画出来。我们讲它的构型的时候，就是讲原子的排列。那当然这什么形状呢？这个课本有一个叫做跷跷板。C-SOW 的形状，这就跷跷板的意思 ，OK， 因为你把它立起来，当然标准答案当然是说双三角锥，但是有一对孤对电子在这个赤道面上头，这是一种描述，那构型就是这样子，所以没有简单的构型，那课本也可以就是叫扭曲的四面体，反正是扭曲嘛，四面体，但是是。扭曲的 distorted one， 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双三角锥的构型，只是有一对是孤对电子。同样的，第二题这个 VR， 这个一个是画，然后就是我们以轴向来看的话。这是 Cram model 的画法，哎，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是没有佛缘子，而这个佛缘子往上翘的，这个角度是小于90度的，
因为这孤对电子，孤对电子比较占体积，所以实际上是这个是往上翘的。当然，简单的构型我们可以说是四方锥形 ，square pyramid， 就是像金字塔、啊，四方锥形，底座是四方形，然后是一个锥形 ，square pyramid。假如说我们不看这个的话，用文字描述的话是 square pyramid，OK，、okay? 四方锥形，四方锥形或者金字塔形 ，pyramid 就是金字塔的意思或者锥形的意思。所以你就知道，你要预测这些结构的时候，你要预测这些结构的时候，都是跟路易斯结构有关系的。你那个孤对电子没有画出来的话，你是完全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好，最后一个是 xenon tetrafluoride， 当然我可以简单画，它就是平面四方形了、啊。我不画立体的话，这个你强调平面四方形，它实际上是路易斯结构来讲是有两对孤对电子，一个是黑板出来，一个黑板进去 ，OK， 这是都在平面上头，它的构型。你可以说是 square planar 就是四方平面四方形，就这样。平面四方形，OK， 当然你要画类似的立体构造图的话，大概是一样的情况。你要有立体感的话 ，OK， 这样也是当然也是一个答案。就是说，我要用这个 Cram model 来描述的话，就是所谓的出现。总的来讲，它是一个平面四方形。好。这个是我们一个简单的抽考，然后复习这个 VSEPR。好，今天实际上是这个考试的这个上课的这个导数的第三周了，今天要把第十章给上完，然后下两个礼拜就是有机化学，有机化学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门学问，那当然你们可以二年级再选修有机啦，或怎么？那我们是用这个四小时把你们高中的还留有印象的有机化学、英文化，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期末考。期末考好像是1月11号吧，1月11号，然后学校有没有考场？有没有特别安排？没有安排的话，我们就照旧的方式。然后那个森林系的同学，1号到80号，上次1号到70号，就那边比较有空，这边比较急一点。森林系的同学1号到80号到潘冠讲堂考试，然后其他就在这里。OK， 1月11号。那个潘冠讲堂桌子太小啊，我还以为那个座位比较舒服嘞。好，你再看有没有别的嘛？最好是一间教室，我也比如说那个400个人的那个大教室，看我们借得到啊。你借借看吧，好吧？那个考场再我们再说一下。好吧，或者借两间嘛，把300个人的借过来都可以，反正一起在这里会方便一点啦，因为已经没有上课了嘛，只是考试，看看有没有可以借，那一间400个人的就解决掉了，好吧 ？OK， 好，那个考场我们再安排。好，那今天的两个重点就是 valence bond theory。valence bond theory， 事实上
那个你们高中或多或少已经有这些概念了，所谓混成鬼域啊，就继续，实际上是一步一步的，路易斯结构到这个 VSEPR 这个所谓的分子的几何形状或者分子的构型，就是 VSEPR 价层电子对的排斥理论，这是都是非常定性的。那我们说同样是路易斯结构，能量上实际上很差很远的，你要把它稍微半定量化的话，这都是不一样的。你就是说我们即使说路易斯结构氢氟都是所谓的单键共用一对电子，但是它的键能实际上差很多的。这个键能呢，大概430千焦耳每摩尔，然后距离呢是74个 picometer， OK， 74个 picometer。那这个电能呢，大概只有150，快差了三倍。然后距离呢，大概是140，好，所以同样是路易斯结构，都是一对电子，但是能量可以差三倍，距离可以差两倍，倒过来等等。所以这个要进一步再了解的话，路易斯结构是不够的，当然 VSEPR 构型是可以，但是它的这个理论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就要进一步用这个 Van Spon Theory， 像所谓 SP3 混成啊， SP 混成， SP2 混成啊，这我想你们都有一些，或者 SPD 的混成啊，非常定性的概念里面实际上已经有了。好，我们把很快就走过去，这刚才的这个所谓的 VSEPR 两对电子的时候，这里讲的两对电子是 Sigma 的键结跟孤对电子 Long pair， OK， 拍键是不算的，拍键在这个电子对上头，它是附在 Sigma 键上头的，所以不算的。所以即使这样的公式里头，我们说二氧化碳就属于这一个二氧化碳，因为碳旁边是双键，那双键只算作在这个 VSEPR 里头只算作一个位置，好，这个是一些，那这个是三对的时候，就是平面三角形 trigonal planar， OK， trigonal planar， OK， 这个是平面三角形的这个构型。那当然在结构上头是 SO3 也是刚才讲的 SO3 也是这样子的构型，因为 SO3 的三氧化硫的路易斯结构，硫就是三个双键 ，OK， 没有了，没有其他电子了，那所以也是 SO3 的构型，也是这个东西，四个的四面体 ，OK， 四面体当然实际上是氨啊、水啦、啊，都实际上算这个的，包括 long pair 的话，那。五个的是特别干嘛？五个的是比较构型比较稍微特别一点，其他你从线形的、平面三角形的、四面体的、八面体的，这个都是 equivalent， 就是每一个位置都一样，所以你换一个的时候换哪一个都一样。只有双三角锥这五个配位是形状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它的位置是这平面三角形的
旁边的环境跟轴向的两个环境是不一样的，平面三角形的这个赤道面的是比较宽敞的，比较宽敞的，所以这个时候 long pair 要第一个 long pair 要放在这里，第二对也放在这里 ，OK， 第三对事实上还是放在这里 ，OK， 所以像这个xenon difluoride。xenon difluoride 是它有八个价层电子，这有两个进来，两个单键进来，所以在 xenon 附近是五对电子的，五对电子就是双三角锥，刚好这三对的固对电子呢都在赤道面上头，所以你会觉得，只要用构型去描述的话，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线形的分子。linear 的线形的分子 for xenon fluoride。 好，六个的就八面体，八面体，然后看你 long pair 在哪里等等。那这里就是一些形状，这都已经讲过的，我都不要讲。这怎么又出现了呢？来给你们，这就是固对电子的。所以刚才的那个啊，不要，我们就快点走过去。好，这里有这个一些刚才的形状，就是你考题的话，你就画它的话，当然是这个是 square planar。假如你只讲原子核的原子的位置的话 ，xenon difluoride。Tetrafluoride 是平面四方形的，但是它实际上是从这个八面体演变过来的。OK， 像这个这里就是有一个SF4， 它这里写扭曲的四面体，或者这都看不清楚，扭曲的四面体或者跷跷板的形状。好，那这个分。这个一个共价键，只要你有电负度的差别，电负度的差别就会有极性键，极性共价键。但是分子的构型，因为极性共价，极性的是一个向量，所以分子的构型会影响分子的极性，分子的极性。你是一个极性的共价键，但是三个向量对冲的话，你也可以是。非极性的分子，甲烷啊，这个三氟化硼啊等等，都是二氧化碳啊，这都是没有极性的分子。虽然碳氧键有极性，硼氟键有极性，但是因为是向量核，这个都是没有的。好，那当然是你可以去由这个。分子的极性去估计它的所谓的极性的那个半定性的电量，我想我就不用讲。那好，那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我现在真的要讨论一些比较定量的东西的话，键能的话，我还是要用量子力学，量子力学的波函数。这个波函数呢，你这个键的。所谓共用，就是所谓你的原子轨域，原子轨域，当你原子接近的时候，它重叠积分多少？因为你存在的空间跟它存在的空间就有共用的空间嘛。这个共用的空间在量子力学或者怎么样，在讲这个叫做重叠积分 overlap 的 integral， 就是说你存在的空间。跟我存在的空间重叠的部分多少，那重叠部分越大，那当然这个共用所谓共价键就越强，所以你还是要用到波函数。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图解，就是说这边是没有重叠的，这边到这里有一很小的重叠，重叠最大的时候是最低的，
再靠近，也就是说重叠更大，但是排斥力就出来了。我们在离子化合物的时候有讲过，有一个近距离头的排斥力，这个时候就会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就不会说。当然你说两个叠在一起重叠积分最大，但是不会叠在一起，这个时候就是会有一个短距离的排斥力。所以用这些这个波函数去可以去处理这个共价键，这就叫做 valence bond theory， 就叫做价键理论。那在你们这个普化的程度呢，还是非常定量的，只是怎么样描述这个共用，怎么样描述共用，因为你的电子组态，那这是也是一个 approximation， 就是说我原来碳、氮 ，OK， 氮它没有问题，我可以用说我原来是 1s 两个、2s 两个、3p 二 p 三个，那混那个混入汉德定律就是三个，然后这三个氢是过来的，当然。这也是一种解释方式，这就是所谓我每一个 P 轨域，跟一个氢原子共用，就是也可以。但是假如是这样的话呢，这个构型会比较接近于90度，但是在实验上头是 107.3 度，所以它应该是比较。合乎的解释是说，我用混成，我这个四个轨域去混成出，会混成出四个面向四面体的四个轨域，这就是 SP3 混成。这从数学上从对称或者否则波函数的线性相加，你就可以知道。但是你也可以某种程度去想象，也可以就是说这个四个轨域，你只要有正负号、正负号、正负号相加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四个轨域可以混成，这个是一个字眼，数学上实际上就是这个四个波函数的线性加成，linear combination 就可以得到四个新的波函数，然后你讨论它的电子密度的时候呢，它会是对着四面体的四个顶点的四个波函数。OK， 这是把它重新排列组合，就像这个坐标转换一样。我们现在重新换一个坐标，这个坐标就是 SP3 的混成，然后这个时候。每一个因为对着顶点，我假如我的氢原子的 ES 轨域就是在四个顶点上头的话，这会有最大的重叠积分，最大的所谓的 overlap integral， 然后就会有这个理想的共价键，从而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甲烷或者氨都是接近四面体的构型。好，所以这都是刚才我讲过的这个解释，这个甲烷是四面体的构型，因为你的四个那个波函数就是朝着四面体的四个顶点，这个时候 ES 的波函数跟这个 HP3 会有最好的共用，同样的氨也是这样子，只是氨呢，因为有一对电子是在 HP3 上头。用这样去解释刚才的氨的构型是比较合理的，那当然你可以是另外 SP 混成，我们当然现在都用整数。你后来你知道线性加成的时候，我可以不是整数 ，OK， 我可以是 S 是 0.5 啊 ，P 3啊，就实际上就是叫做 SP 7。SP7 并不是真的有七个 P 轨域，而是这之间的混成的比例多少的问题。那然后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解释氨的构型。那同样的，
SP 混成的时候，我们知道 SP 混成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一个是对着一头的，啊，另外一个对着另外一头的。这个牵扯到的就是你们还是要知道，原来波函数的相加相减。好，我们的这个是 P 轨域 ，P 轨域的波函数，我实际上有正负号，这就是这叫 z 轴的话，这是2PZ 的波函数。那2S 的波函数是这样子。那另外我可以这个加。这个的话，你可以想象得到，我这个一样是原则，就是说我要把这个 ES 呢、2S 呢叠在上头，然后两个相加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正号跟正号相加以后呢，它会是一个比较大的然后正号跟负号相加以后，这边就会有一个小的负号，这个就是相加的结果，就是我所谓的波函数 2PZ 加波函数 2S 就会变成这个我蓝色写的。那另外一个这个写法呢，就是这个波函数是相减，相减我就把它变成负的。相减我就变成负的，然后这个 P 轨域还是一样正负，然后减的结果以后呢，当然大家就晓得，假如我把这个 2PZ 减掉 Φ2S 的话，就是我这个图解的，我就把 2S 变成负号，就是相减嘛，在图形上都是相加，你得到的波函数是这样子。这是朝着负方向，这是朝着正方向。但是 你波函数本身没有意义，你要讲电子密度的时候把它平方，一平方，所以这两个形状是一样的。OK， 所以你当你讲出这个电子密度的时候，这就会变成 SP 混成的以后，就是会朝着线形的两头，两头当然你可以跟 P 轨域再形成一个 sigma bond， 或者这个 S 轨域，像 beryllium hydride 的话，就会可以生成这个 P 跟 S 的 sigma bond， 那这是 P 跟 P 的 sigma bond， OK， 所以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 ，SP2 混成 SP2 混成的话，你就可以混出三个平面三角形的对着平面三角形的顶点的混成轨域。OK， 然后像 BF3 的话，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平面三角形。所以用混成轨域呢，当然是可以解释 VSEPR 的这个构型的原理。另外，假如我用这个量子力学的，我知道波函数，我去用量子力学的重叠积分去算的话，我也可以算出这个能量的大小。虽然我们课本都没有算，只是说我们这个讲这个理论，就是说我实际上我可以去定量上头算这个重叠积分，然后去解释键能的。OK， 这当然是要这个本身理论是这样子，但是在这里只是告诉你们的观念上头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可以解释所谓的键能的变化。所以终究就是这样子，你有两对的话，我就用 SP 混成就好了。刚才的解释就是这个beryllium chloride 气态的 beryllium chloride。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固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OK， 固态的时候是一个链状的，每一个皮都是四面体的。气态的时候，那 BF3 本身就是气态分子，我们是 SP2 混成，甲烷、氨、水都是 SP3 混成。然后那个超价的，你就看这个硫啦、磷啦，这个就是第三周期的。第三周期的元素，因为有低能阶的三离轨域，就是说我填完电子以后，下一个空轨域就是低轨域，所以低轨域就可以拿下来用。所以你要超价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低轨域，就是 SP3D 的混成的话，就会混出这个 P， 就是五个对着双三角锥的五个顶点的。然后 SP3D2 混成的话，你就可以对着八面体的这个六个顶点的轨域。好，这就是这些混成以后的轨域的这种形状，就是都是对着刚才讲过的构型的一些顶点的波函数。好，那混成当然就是我就是要所谓的从这个变成这个，然后再混出这个东西。这个反正这个高中你们都学过了，那这个也是一样，可以混出这个这个是 HP2 的混成跟一个 P 轨，这不是五个 P 轨哦，这个是有机里头的这个双键三键的时候，我们说一个 Sigma 键，这个跟刚才的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五个轨域对着五个顶点，所以这里是两个轨域。这个构型呢是一个 SP2 混成，当我们 SP2 混成以后呢，还有一个 P 轨域嘛，就是假如说我这个是 PXPY， 那 SPXPY 混成的时候混成出三个 SP2 的轨域，还有一个 PZ 轨域，这灰色的只是一个 PZ 轨域，没用，没用 ，OK？ 那用这样子解释这个所谓的拍键，就是说，好，我在乙烯里头，乙烯里头的碳是 SP2 混成 ，SP2 混成，然后 SP2 混成里头两个 SP2 跟氢变成一个 sigma 键，然后碳跟碳是一个 SP2 的 sigma 键 ，OK， 所以这个都是 SP2 混成的，就是三个 sigma 键。sigma 键就是原来原子轨域里头有截面的话都是不重叠的，那剩下一个 PZ 轨域跟 PZ 轨域，这个时候有一个截面重叠，我们说这 PZ 轨域有一个截面，就是 XY 平面。那这两个 XY 平面是重叠的，所以这种在原子轨域有截面重叠的，一个截面重叠叫做拍键，两个截面重叠叫做 delta 键。也许你们没有听过 delta 键，不过在过渡金属里头才会有。那这个就是拍键，所以这里就是刚才总的描述，乙烯里头的，我们用 sigma 键拍键来算的话。就是三个 sigma 键，五个 sigma 键在乙烯里头，然后有一个拍键，这是一个拍键 ，OK， 这个正跟正相叠的话，这个负跟负相叠的话，这个就是所谓的拍键，这不是两个拍键，这是一个拍键，就像这个是一个 P 轨一样 ，OK， 所以这个。我们说乙烯里头，然后这个拍键呢是附在这个 sigma 键上头，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碳的构型的时候，在乙烯里头，我们说这个因为没有固对电子，所以只要用 VSEPR 来描述的时候，我们也是合乎的。好，这个是乙烯的结构式，也是乙烯的路易斯结构。乙烯的路易斯结构，所以我们说反正在这碳附近就是三个 sigma 键而已嘛，拍键只是不算的，所以当然我们也可以从 VSEPR 说这个碳是平面三角形的 ，OK， 平面三角形的。好，这个是，然后
乙缺呢？乙缺就是这个是乙烯，乙烯的东西。然后乙缺呢，就是用 sp 混成 ，sp 混成的时候就变成线形的。然后有 py 用 x 轴的话，那个 x 轴的话，就然后有两个拍键，这个就是乙缺的。乙缺的两个 sigma 键，碳氢三个碳氢的 sigma 键，碳碳的 sigma 键，碳氢的 sigma 键。然后呢，这里有一个拍键，另外有一个垂直面的拍键，所以实际上是两对的拍键。两对的拍键，事实上你把这个波函数加起来以后，它是一个桶状的，它并不是。像这里画的好像四根香肠一样，不是的，它就是一个桶状的东西，是一个桶状的东西。当你 px 加 py 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桶状的东西，桶状的电子云啊。它因为桶状它画不清楚，就像这样桶状的东西，所以它是好像画成两个香肠是一个拍键，两个香肠是一个拍键，这不是不对的。我们知道，当你加起来的时候，只要你是一个桶状的 ，x 平方加 y 平方会是一个常数。好，那这里有机的这个甲醛 formaldehyde， 甲醛的话也是类似甲醛的这个类似，就是这个叫做 sigma 键，这叫 sigma 键，然后碳氧之间有一个 sigma 键，有一个拍键。有两对的 long pair， 或者我们叫做等会会讲到的，就是 non bonding， 它没有参加键结，就是孤对电子 non bonding， 所以这个是这个描述这个甲醛的路易斯结构，跟它用价电轨域，就是价电理论描述的这个拍键。我只要强调，这好像跟这个。没有再深一步，它 valence bond theory 实际上是可以再深一步的。所以在深一步的时候，就是要用波函数，然后去积分，然后去算这些积分的强度，然后就可以去计算这个键结的强度。OK， 价电理论是可以进一步计算这些键结的强度的。好，那所以这些都可以解释这些。像这里会考你在这个所谓的乙酸里头有几个 sigma 键，几个拍键啊，这些都反正你就去算吧。然后好，我们就是下一节课的重点就是分子轨域理论，我们休息一下吧。刚才有同学问说这个。为什么两个拍键？这个问题是不对的。这只是一个拍键，还是它电子密度是分布在这个平面的上下两坨 ？OK， 就像我们讲 P 轨域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个截面，然后这个 P 轨域有两个哑铃的形状，那两个哑铃的形状合起来是一个 P 轨域 ，OK， 一个 P 轨域，并不是两个。当然，你这里看到的 sigma 键好像就是重叠积分一个，但是拍键的时候，它因为这两个 P 轨域相加以后，这两个 P 轨域相加，上面正号跟正号相加变成一坨，下面负号跟负号重叠积分又是一坨。然后虽然在波函数上头是正负号，但是电子密度的时候是平方以后都是一样的形状，所以这两个画的这两个坨。是一个拍键，一个拍键，不是两个拍键 ，OK， 并不是说我这里是一个拍键，这是另外一个拍键，这两个合起来是一个拍键。当然，也就是刚才讲过的，这里头不是四个拍键，是两个拍键，但是它只是用这样画，应该实际上这两个拍键加起来以后是一个这个一个桶状的。OK， 是一个桶状的东西，并不是真的四个火箭筒一样，它是整个是一个包袱的一个圆形，是两个拍键。
好，那我们今天最后要一个重点，就是叫做分子轨域理论 （Molecular Orbital Theory）。OK， 分子轨域理论。那分子轨域理论，这个事实上为什么要学呢？它实际上是更进一步的间接理论。间接理论，分子轨域理论是这个很多的近似解。那学的道理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继续去看一部的性质，就是氧气、氧分子。氧分子呢，事实上氧分子是有两个未成对电子，两个未成对电子。那为什么可以测出两个未成对电子呢？我们可以把液态氧倒在磁铁里头，它就会被磁铁所吸住。被磁铁所吸住，然后这个吸住的大小，我们可以用这个物理学的方法，可以算出它是有两个小磁铁，每一个分子有两个小磁铁。那用这个所谓的路易斯结构啦，或者跟那个even 这个间接理论呐，都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为什么它有两个小磁铁。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程度里头介绍一个最简单的分子轨域理论，最简单的分子轨域理论叫做 LCAO。 实际上分子轨域理论是量子力学来讲是很复杂的。MOT 就 Molecular Orbital Theory， 它是有很多种，可以现在电脑计算都很快，所以很多种。那我们只是实际上很多种的意思是，就是有很多种的这个近似解 （approximation）。实际上有很多的所谓分子轨域理论，事实上就是 Schrödinger equation 的近似解、近似值。因为就像氢原子一样，氢分子，我说过氢分子到分子轨域理论，就是说我有两个原子核，两个原子核各带正一价，然后有两个电子，这就是氢分子的系统，氢分子的系统。然后你写出这个薛定谔方程式，薛定谔方程式有原子核的动能，原子核的动能，电子的动能，电子的第二个电子动能，然后这个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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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六项位能，四个质点，然后你写出来，薛定谔方程式写得出来，但是解不出来。OK， 从这个系统解出来的波函数就是分子轨域。分子轨域，然后你就可以解释进一步的性质。但是数学上来讲，对这个氢分子已经没有解不出来。那没有解不出来，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办法解出一个所谓 analytical form 的 solution。所以都是近似解，可以有很高阶的近似解。我们最低阶的近似解叫做 LCAO， 它是一个分子轨域理论的最简单的一种。LCAO 呢 ，linear combination， 就是 atomic orbital。Atomic orbital 就是原子轨域的线性加成，当作分子轨域，就是当作这个分子轨域的解。这个就是这个原子我们今天要学的分子轨域理论。我们今天要学的分子轨域理论，实际上是分子轨域理论的一个最简单的形式。假如同学还有印象的话，好像我用过这个名词，上一节课的时候也是用 linear combination， 在混成轨域的时候，在混成轨域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怎么样 sp3 混成吗？是
S 轨域跟三个 P 轨域的线性加成。这两个不同点在哪里？ Van't Hoff theory 的时候，它那个混成是同一个原子轨域的波函数 ，OK， time 2s 跟 2b 同一个原子轨域的波函数混这个线性加成，我们叫做混成 ，OK， 这里要讲的线性加成是不同的原子轨域，不同的原子轨域，就像等会我们会讲的氢原氢分子的话，好，所以这里就是我这里讲的。Molecular orbital theory， 这个讲的是 bond are formed from 这个 interaction of atomic orbital， 那就是实际上要从这里 来加就是了。我来关掉。好。那所以我说过，这个学这个分子轨理论，就是最重点或者最大的应用，在这个层次里头，就是解释氧气为什么有两个不成对的电子。好，那我们假如说是最简单的线性加成的话，就有这个氢原子的、氢分子的，我刚才举例也是氢分子的。氢分子的线性加成，好，这个氢分子呢，氢分子两个波函数，两个波函数 ESA 跟 ESB 两个波函数相加的时候，它就可以生成叫做间接轨域跟反间接轨域。这怎么相加呢？这个。应该有一个 remove control。好 ，ES 轨域波函数，我这个叫做 ESA， 然后旁边有一个 ESB， 这个波函数，我波函数就是一个圆来表示，就是它等高线。我这两个线性加成的话，我可以这个加这个，这个加这个的话，我得到的这是一个原子核的位置，这是另外原子核的位置，我得到的时候呢，就会得到一个波函数，这个因为正号加正号，所以它的等高线可能是这个样子。OK， 这是原子核，这个就是这个 ESA 加 ESB， 那你也知道。当我可以减的时候，我可以说加上负的 ESB， 因为我图形上都相加，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正号，然后这边就变成加上一个负的 ESB， 我正号就变成负号，波函数就变成负号。所以这两个波函数相减的时候，相加了以后，我就可以在中间这里多一个节点，就是在两个等距离的地方，这是一个 node， 然后呢，它会变成这样一个电子密度的等高线图。OK， 就是说我把两个原子轨域 ESA 跟 ESB 两个不同原子的 ES 轨域线性加成以后，我用图解的话，就变成这个是一个加的，这个是一个减的。那我可以再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这个能量会比原来的低，这能量比原来的高。但是时间的关系可能不够，我简单来说，你就一个说法，就是我把这个带进薛定谔方程式以后，我就可以算出这个能量低，这能量高。另外一种非常简单的解释就是说，
这个就是所谓共用电子的概念，就是说在这个状态下头，这个在两个原子核之间，两个原子核之间波函数是相加的，是同向的，也就是说在两个原子核之间电子密度是增加的， OK， 就比较合乎共用的观念。在这里来讲的话，反而是在这个状态下头的话，在这波函数下头的话，它在两个原子核之间电子密度反而是有节点的，是零的，而在两个原子核的外头电子密度是比较增加的，所以这就是不是共用的概念，这反而是排斥的概念。所以用这样简单的说明的话，用这样简单的说明的话，我就可以说，当你两个波函数相加，然后加了以后，在两个原子核之间的是波函数是同向的话，那也就是说电子密度会增加，也就是所谓电子共用的概念。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变成这个，这就是这里头的我用波函数，我刚好跟他画的是相反，这就是两个波函数同向的时候，就得到这个比较那个新的电子密度图的分布，就好像是一坨。那这个两个相减的时候，实际上是波函数相减，不是电子密度相减。波函数相减以后就得到一个截面，然后它的电子密度就变成在两头，在两个原子核的外头。那在这个状态，我们叫做间接轨域，就是说，当我两个本来是个别两个氢原子的原子轨域，当我两个氢原子接近的时候，接近到一定程度以后，我的波函数就作用吧，我用作用的名词，然后就重新组合，变成一个比较低能阶的，叫做间接轨域。OK， molecular orbital 叫间接轨域，我们叫做 sigma orbital。然后呢，另外因为线性加成嘛，线性加成的结果就会有另外一个能量会比较高的，这叫做反间接轨域 antibonding orbital， 我们给它一个代号叫做 sigma 轨域，用 ES 线性加成的 sigma 轨域，这个是反间接轨域 sigma ES star 加一个星号的，表示是反间接轨域。OK， 这就是一个符号，就像你们原子轨域里头 ，ES、2S、2P、3S、3P、3D， 在分子轨域里头，我们就用 sigma 跟 pi， 然后看你什么样的轨域。所以这个就是所谓氢分子的分子轨域相关图，就我有两个原子轨域，线性加成以后变成两个分子轨域。一个比原来的能阶还低的叫做间接轨域，一个比原来能阶还高的叫做反间接轨域。 OK， 那间接轨域的意思就是说它的电子密度在两个原子核之间是增加的，就是共用。那反间接轨域在两个原子核之间电子密度是下降的，甚至到中间点是零的，多一个节点的。OK， 好，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氢分子的分子轨域的说明。那这跟路易斯结构、跟价层电子轨域理论几乎是相类似，只是somehow有一个定性的一个能阶图。定性的能阶图，那你从这定性的能阶图你就知道，事实上不需要共用一对电子，共用一个电子也可以的，共用一个电子也可以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举例一个说明，就是说这个刚才解释这个刚才的所谓两个波函数同向的话，同号的话就会变成更好更大的波函数，然后两个波函数异象的话就会破坏性干涉，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建设性干涉的例子，这是一个破坏性干涉的例子，这只是用另外一个说明。好，这个时候就是
到第二周期了，我们第二周期等会再说。刚才有一个，好，那事实上不需要共用一对电子，共用一个电子也可以生成键。所以，假如说我现在举一个例子，用第一周期的分子。第一周期的分子，当然我们说过，最OK， 这都是第一周期的分子或离子，这个两个原子核一个电子，这个两个原子核两个电子，这个两个原子核三个电子，这个两个原子核四个电子，对吧？就是氢离子。那现在用这个 diagram 就说，这里有一个分子轨域。就是有一个轨域叫做 sigma ES star， 那一样的道理，跟那个原子电子组态的填电子一样的道理，这里有分子的电子组态，它现在只有两个轨域 sigma ES star， 所以这里头氢离子正的这个一样的电子组态electronic configuration 就是分子的电子组态或者离子的电子组态的话，我就写填一个电子，所以这个叫做一个 sigma 一个电子，对不对？一个电子，然后这个填的是一个 sigma 两个电子，你继续填下去嘛，这个跟这个原子组态的建构类似，我现在只是给你分子轨域的能阶，你就可以去建构。这个是一个 sigma 两个，一个 sigma star 一个，然后一个 sigma 两个，一个 sigma star 两个，对吧？这就是完全一样。我现在只有告诉你只有两个轨域，然后一个 sigma 是间接轨域比较低，一个 sigma star 是反间接轨域比较高。然后我从一个电子填到两个电子，填到三个电子，填到四个电子。OK， 那现在就要有一个概念叫做 von Oder 间接 von Oder 呢？干嘛？这个键级呢，定义做二分之一个这个键节电子 number of electron in bonding orbital 减掉 number of electron in anti-bonding orbital， 这里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说，间接电子是有利于键的生成，反间接电子是不利于键的生成。本来就是刚才讲，一个是高，一个低嘛。那所以你要把你的存款减掉负债，才是你的净值嘛。OK， 这是这样的概念。然后跟路易斯结构要在一起。一对电子我们叫一个键，所以要除以一半，所以一半，所以照你这个算的话，这个是二分之一个键氢离子，氢 H2+， 因为它就是一个电子在这里，零个电子在反键节，那除以二分之一就一，氢分子就是一，对吧？二减零除以二分之一，这个呢也是二分之一，对吧？
它二减一，二减一，它反间接一。那这个呢是零，二减二，零掉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间积。这个间积就跟路易斯结果有点扯上关系。他要解释的就是结果。我们结果实际上是有可以有两个东西，一个 bound energy 或者 bound entropy， 就是键能，还有一个间距 distance， 间距跟间距，距离的距。键能呢，事实上这就大概60千卡 ，memoir， 这个是104千卡 ，memoir， 这个也差不多60，因为这都是气态的分子，不容易测 ，memoir， 这个是零，这不存在。氦分子是不存在的，因为它键极是零，所以你每一个分子都有动能，它就根本粘不在一块。所以这个是键能，键能是不是用这个可以解释得很好，对吧？等于你氢离子的时候是半个键，氢气的时候是一个键，氦离子的时候是半个键，那键能就差不多，键距也是差不多，这个。越弱的键距离就变越长，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个 1.1 angstrom 左右，这个是 0.74 个 angstrom 左右，这个是 1.1 angstrom 左右，这个是没有，这个只是说我只让你知道这些数目，就是氢离子的时候 H2 plus 的时候，这两个原子核的距离大概 1.1 angstrom 左右，比较长。到氢分子的时候是 0.74， 那到氦离子的时候也差不多 ，OK。所以你学了这个分子诡异理论，第一周期的分子诡异理论，第一周期因为只有两个原子诡异 ，ES 诡异，那两个线性加成以后，变成一个键接诡异，一个反键接诡异，然后你就填电子。你就得到这个是从分子诡异来的，你填电子你就得到分子的或者离子的电子组态，就像你早期学的原子的电子组态一样。填了以后，你就可以叫做用一个键极来算这个键的强度，就是键极，这二分之一，二分之一零，对不对？因为就是所谓的刚才解释的简单的解释，就是你的存款减掉你的负债才是你的净值嘛。你在反间接上头你要付出能量的，然后后面是实验数值，我只把它背下来给你。实验数据，键能，第一周期的键能，半个键大概是60千卡左右，一个键大概104千卡左右。间距也是半个键，大概 1.1 angstrom 左右，一个键大概是 0.74 angstrom 左右。好，这个是第一周期的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马上就要进入第二周期的东西。好，第二周期就麻烦一点。第二周期当然是可以有2s 诡异，一样跟 es 诡异一样，这个完全一样。现在还有2p 诡异，2p 诡异有 sigma bound 的 p 诡异跟这个是一个 p 诡异 ，OK。当我线性加成的时候，这假如同号的话，就实际上是反号了，就是负正，正负的话，你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这个间接诡异，间接诡异。那假如是正负的话，正负在两个原子核之间是异号的话，这就多一个节点。
OK， 这个就是叫做 Sigma 2 P， 就刚才是 ES 的 Sigma ES Sigma ES star， 然后 Sigma 2 S 跟 Sigma 2 S star 呢类似，类似对不对？那个 Sigma 2 S 跟 Sigma 2 S star 跟这个几乎是一样，定性来讲是一样。那现在在讲的是我的 P 轨域。P 轨域有可能有不同的方向，一个是在轴上的相对的，另外一个是平行的，另外一个平行的 ，OK， 那你会说另外有一种是垂直的 ，OK， 我说有两个 P 轨域是这个在讨论的是两个 P 轨域相对的，然后这个讨论的是拍件，两个 P 轨域是平行的。那你当然会想到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这样一个撞到另外一个腰的，可以，在理论上是可以，但是我说那个是不作用的，那个是 non-bounding， 那个永远撞不出火花出来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从波函数来讲，它的重叠积分永远是零，这只是提醒你。正负，然后你说另外一个是这样撞上来，正负，那你就知道这个正跟正的积分跟正跟负的积分永远是一样，然后缺一半，总的积分起来就是零，所以这样子跟这样子的 P 轨域是不作用的，不作用的，没有用的，所以只有两种，一种是平行的 ，OK， 那间接波函数。假如你们回去可以用波函数的相加的话，这个就是这个图解里头的这个 ，OK， 这个时候你加起来以后，你会得到一个中间一个，因为正跟正嘛，正跟正会有一个大圈，然后两头会是负的 ，OK， 这就是所谓的 P Sigma 2 P Sigma 2 P，OK、okay?。当然，另外一个，我只要把波函数画上去，这在两个原子核之间，波函数是不同号；这两个原子核之间，波函数是同号。那这个你会画出什么东西？就是那个上面那个式子。这边有一个小圈，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圈，因为正跟负这边是负，这边是正，然后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圈，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圈是正负，然后中间有一个节点 ，OK， 这个就是这个图解里头的这个电子密度图，我用波函数去描述它，这是两个波函数在两个原子核之间是同号的。加出这种等高线图，这两个波函数是异号的，我就有一个截面，这个就叫做 Sigma 2 P star 加一个星号 Sigma 2 P star， 然后两个平行的呢，两个平行的呢，你就可以加出来，加出一个是这个同号的，同号的就加出这个上面一坨，下面一坨。这就是 Pi 2 P， 拍，因为它们有一个截面重叠，这个还是截面，这叫做 Pi 2 P。然后这个边是正号、负号，我把这个波函数画一下好了。正负，然后另外一个是负正，这个是。一个 2P
剪另外一个凸批或者加凸号，所以这个它的等高线的图会怎么样？会变成正负抵消，然后会有一个截面。这原来已经是截面，然后正负这边有一个负，然后这边有一个正，然后这边有一个负，然后这边有一个正。OK， 然后你把它平方，实际上都是一样。这个就是 pi to p star 啊 ，pi to p star。OK， 我只是把这个波函数，它本来就是原来的原子轨理论，分子轨理论就是原来原子轨的波函数的线性加成。OK， 线性加成，这个是两个 p 轨同号正正负负，你就得到这样一个两头，这个是正，这个是负波函数，然后电子密度就把它平方，就画出来的电子云的状态。那这个是正负负正，那你得到的就是这个实际上是负正负正，但是平方以后你就得到好像事业片一样。那这个是 two， 所以这四个就是所谓的 sigma。2p star sigma 2p pi 2p star pi 2p OK， 那这个是两个，然后你要去建构它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是三个 p 轨域，三个 p 轨域，第二周期的时候是三个 p 轨域，那一共有六个原子轨域，那线性加成的时候就变成六个分子轨域，六个分子轨域，因为原子轨域的数目线性加成就会等于分子轨域的数目，然后你就加起这个。当然你说在这里好像等会的故事就会是为什么 pi to p 会比 sigma to p 低还是高，这个就是周期表从左到右是慢慢会变的。不过总的来讲就有两个拍轨域，因为 px 我不晓得他用 px py， 那这个是用 pypz， 那就是这个是 pzx， 就是说我现在的双原子的分子，双原子的分子那个轴呢叫做 x 轴 ，x 轴，所以这个时候就有 sigma 2px pi 2py 跟 pi 2pz。实际上是相同的，只是转九十度而已，重能接的。OK， 这个就是三个两个原子的三个 2p 轨域线性加成以后的分子轨域图，分子轨域图，这没有问题吧？当然，刚才我已经提说这两个随低随高，这两个随低随高是会稍微有变化的。好，我们现在就要建构第二周期的。第二周期的双原子分子锂 Li2， 这在气态里头会有存在的 P2 硼 2 C2 氮 2， 那都是用这个 diagram， 这是 diagram， 所以你去看它的话，我现在这个就是刚才我现在才看到这一张。 OK， 这刚才我已经讲过了，这个是 Born Order 是二分之一，然后渐长渐角都告诉你了，渐长渐距都告诉你，这是 Born Order 是一，这 Born Order 又是二分之一，这 Born Order 是一，这是刚才是第一周期的这个东西。那现在第二周期的东西呢，一样的，它有 Sigma 2s， OK， 有 Sigma 2p 2s star， 然后 Pi 2p。有两个轨域哦 ，pi to p 是有两个轨域，然后 sigma to p， 然后 pi to p star 两个轨域，然后 sigma to p star，OK，、okay? 这个假设我们是在氮之前是这个能接，氮这个之前的能接是这样子。就是说我现在第二周期的那第一周期的那个 ES 就不作用了，因为缩得很小，那第二周期的价程的电子
驾乘的原子轨域去线性加乘的话，我就得到定性的或者半定量的这个能阶图，这就是分子轨域的能阶图，从 sigma 2s 到 sigma 2s star， 然后 pi 2p 是有两个，然后 sigma 2p， 然后 pi star 2p， 然后 sigma 2p， OK。这就是一共8个原子轨域线性加乘以后得到8个分子轨域，然后我就开始填电子了，跟奥包 principle 一样，我填了第一个锂分子，锂分子有两个电子嘛，各锂各有一个，那它的电子组态就是 sigma 2p 两个，然后皮分子，皮分子它已经没有了，因为皮分子是不存在的，没有渐长渐角的。皮分子实际上你也可以插在这，皮分子就是 sigma 2s 两个 ，sigma 2s star 两个，那等于就是没有渐极，就不存在，不存在它就没有数字，它就把存在的这个渐长渐角列在这里。好，然后到硼。硼是有6个电子，它会把 sigma 2s 填完 ，sigma 2s 大填完，到 pi 2p 的时候 ，pi 2p 因为是 degenerate， 所以一样照汉德定律，它是会两个电子的，两个电子的。然后碳就变成这样子，然后氮就变成这样子。所以你去根据刚才的原则 ，bond order 键极就是1123嘛。OK， 当然实际上这些分子都是在高温的时候才存在的了，因为它稳定的固态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在高温的时候气态的时候是有这些分子，你们是不熟悉的，因为它只有在高温存在，你不会看到所谓的不会有一瓶的所谓 C2 分子啦。 OK， 你们可以有一瓶的氮气，但是没有一瓶的 C2， 因为它在这个常温的时候是石墨是最稳定的，石墨就不是这种分子，这在高温的时候才存在的，也许你们是第一回听到这个分子，但我告诉你是存在的，是高温存在的，可以有渐长有渐能， OK， 所以这里就是实验上头的渐长跟实验上头的渐能， OK， 大体上定性上可以用这个渐极来说明，OK， 没有问题吧？这个是不渐长是第一个是267，很长的那个很弱的渐，然后再来一，当然你会问，同样是渐极是一，为什么一个那个很长，两点都 angstrom， 一个比较短，这个当然还是要再修正，不是完全渐极就可以解释的东西，像这个渐能也比较小。104千焦了，大概不到25千卡左右，104千焦了，这个就一样是电极是一的，它就比它大了2倍多 ，OK， 但是这个只是这个就是用有效电量啦、啊，还有进一步的解释，或这个是一个半定性的半定量的一个图。总的来讲，这个电极越大，那个电长越短，然后电能越大，这个氮的三重键是941千焦了，200多千卡，比这个一键的大了大概九倍，虽然是键级只是差3倍，这当然是还要进一步的，你真的要很清楚的话，你还要进一步的修饰它、修正它。不过这里头就是刚才讲过的顺磁性、逆磁性。Diamagnetic 就是逆磁的，没有自转电子的。Paramagnetic 就是顺磁的，有自转电子的。所以你可以看，很容易解释，因为这里有自转电子，所以它是顺磁的。其他都没有自转电子，都是纯对的，就逆磁的。OK， 那周期表从左到右的时候，因为有效电荷的收缩。然后距离会变近，变近以后呢，这个时候 sigma 键的 overlap
会比拍件 overlap 好。所以简单来讲，这个时候在氧气的时候 ，sigma 2p 就比拍 2p 还来得低 ，sigma 2p 就比拍 2p 来得低。这个就是简单，你要问好，就是你背下来好了。哎呀，就是氮到氧的时候，这两个能接的顺序是颠倒了一下，颠倒了一下 ，OK， 然后。这无所谓了，这因为你到氧气的时候你就填电子，16氧气的话是有12个电子，价层电子12345678910112，它又是排在最后的 pi star 上头，所以它的键极是2，键极是2，而且有自转电子，所以它是顺磁的。在这第二周期的分子里头，第二周期的分子里头，氮气、氧气、氟，这个是可以，你可以买到一瓶的，就是常温下它就是双原子的分子。当然，在碳以前，在常温下它是不是这样子的？只是在高温上，高温下它有这样的分子，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测量。那这个就是我们学分子诡异理论。这个最简单的分子诡异理论叫做 LCAO， 就是原子诡异的波函数线性加成当作分子诡异，这就是它的近似解。OK， 近似解，然后近似解的结果你可以带进薛定谔方程式，或用我简单讲的，你这两个波函数线性加成的时候，假如这两个原子核之间你的波函数是同号的话，就是间接诡异，两个原子诡异不同号的话，就是反间接诡异，是破坏性干涉，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你就可以建构这个前面一张的。这个 P sigma 诡异，或者我这边图解的 P sigma 诡异 ,sigma 2P 的反间接，这个是间接诡异。这个是反间接诡异，这个是拍的反间接诡异等等 ，OK， 跟这个图一样的意思。这就是当你用两个第二周期的原子诡异去建构分子诡异的时候一个判断，然后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第二周期的分子诡异的能接图，第二周期的分子诡异的能接图。然后你就可以放电子进去，填电子进去，得到分子诡异的电子组态。这里面写，这就是你就把它写上去，就是分子诡异的电子组态，就是 sigma 2s 两个 ，sigma 2s star 两个 ，pi 2p 两个，那两个的时候是不成对的 ，OK。然后就是这么简单的理论，当然你可以说已经是不简单了。你就可以解释第二周期分子的很多性质，包括键长、键能，还有它的磁性。OK， 它的磁性，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分子诡异要讲的东西。好，我们照时间也差不多把第四章讲完，所以我说过强调第九章。第十章、第九章、第十章的几个重点，一个是路易斯结构 ，OK， 路易斯结构第九章，不，第九章当然是 有一个共价键、离子键，离子键里头的结晶格子能 ，OK， 结晶格子能，我有加强结晶格子能，共价键的话就是路易斯结构，可以解释很多稳定分子的。路易斯结构当然有一些例外，你们要知道。然后从路易斯结构演变出来的价层电子对的排斥理论，去预测分子模型或者分子形状，这也是重点。再来的价层电子价键理论 valence bond theory， 这个原子怎么混成，去生成这些所谓的 sigma bond pi bond。对，这是另外一个重点。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分子诡异理论。分子诡异理论最大的
用处在这里，就是了解说明为什么氧分子有两个不成对的链子。这个在路易斯结构在什么都没有办法解释的，为什么氧分子有两个不成对的电子，这个就是今天学的分子诡异理论要给你们说明的。好，你们回去可以开始加油期末考了，第十一章这个有机也可以预习了。 OK， 那期末考的范围是以这个八九十十一为主，但是你也晓得像这个考这个分子诡异理论的话，你原子诡异理论还是要知道的嘛，这个就是这些东西。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